收看 GoGo 台湾放，大家最喜欢的采果单元又来喽。我们今天来到我们台湾的台中东市区，然后我们今天来到的果园叫新和园果园。那我们今天在我身旁的是我们新和园果园的负责人詹老板，詹老板你好。好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们东市区啊。这个地方呢是我们古关风景区的先田会先到，先到经过我们这边啊。我听说我们现在詹老板怎么种了那个水果呀，非常特别，而且也种类有非常的多。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水果呢，是我们水果中比较少见的枇杷。那枇杷又不稀奇哦，詹老板这边的枇杷又特别不一样。我已经有听说外面都号称你的枇杷叫做怪兽枇杷。那我想问一下詹老板，为什么你们的枇杷要叫做怪兽枇杷？为什么多了怪兽这两个字？怪兽就是以我们消费者到市面上有一个不同的品种啊，它的个子比较大啊，比较大，它大概有大一倍到两倍哦。是，因为我们一般看到的枇杷大概就是我们手臂这样子的大小嘛。对，一颗一颗一颗的，然后黄橘黄色的嘛。对，那你的可以到达一两倍，那不就是我要两只手来比才可以比得到？但是它是一个突变种啊。也没有办法说每一颗啊、想象中的那么大啊、尤其现在季节也接近快尾声了哈、了解，个子没有以前那么大啊、但是我们等一下到现场购买的话啊、我们会挑出来有大有小，还是有我们怪兽枇杷现在还是有的。有，那我们一般枇杷的产季的话，大概是我们台湾几月到几月的时间？我们产季最大产季是在三月啊。三月是最大产季到四月，三月中到四月中是最大产季，三月到四月是最大产季。那我们现在来采访的时候，这边是四月，所以算是我们枇杷的尾声了，比较尾声，对。但是现在还是有吧？有。所以我们现在身后的这一片就是我们的枇杷园了吧？对。哇，很大一片嘞。我们看到这个大片哈、就是啊，我们哈、新和园的怪兽枇杷园哈，对。这样种植，我们这样枇杷大概有多少的土地在种植我们的？大概有1公顷左右，1公顷左右，对，哇，有大概400-500棵啊，400-500棵。哎、詹老板，我有发现啊，我们现在像我左边的这边，枇杷的叶子比较小片，大概我的手掌大。对。那为什么我另外一边的叶子是我一个手掌还要再大的叶子？这两个品种就是不一样吗？还是它们只是年龄一个大一个小而已？没有啊、我们传统的枇杷叶哈、就是像标准来讲啊、标准的叶子就像盖啊、这个样子啊、这个怪兽呢啊、这样子比下去，这个大很多哎、这个叶子大啊、就差很大了、足足多了，至少还有、大概有一倍，快7-8公分的长度啊、一倍到两倍大哈、你看啊、所以像这种大叶子的就是我们怪兽枇杷的品种，就怪兽枇杷是啊、所以说它叶子大，相对它的果实也比较大，果实也比较大，是，啊、那我们今天有机会可以看到怪兽枇杷本人吗？可以，马上见真章啊！好，我们邀请，我帮你拿，帮你拿，好，谢谢。我们来邀请怪兽枇杷本人来到我们现场。好，来，快，来，我们大概是在啊、我们的手指这么小的时候就要开始套袋了、我们就不喷农药了、套这个袋子呢主要是在保护，第一个我们台湾是东方果蝇的疫区，它没有套袋，马上东方果蝇马上去生蛋，马上就爆掉了、第二个，所以要抢在果蝇还没有定以前，之前赶快就先套起来，就要套起来了、再来就是防鸟了啊、小鸟也会偷吃，因为太好吃了，太喜欢吃了，太喜欢吃了。对啊、再来就防晒，枇杷也防晒。枇杷其实水果的跟人体是一样的，它需要怎样啊、我们没有办法擦欧蕾嘛，啊、就防晒没有办法擦防晒乳，对，因为就要把它套起来啊、保护它啊、对啊，再来呢，啊、我们套的时候呢，啊、会有这个绳子，是啊。这个绳子呢是分辨我们早晚包啊、这条呢啊、你看是黄色的袋子，是啊、我们有四个颜色，最早是白红蓝黄啊、黄是最后一批的、
所以我们用绳子的颜色来判别对枇杷的成熟，所以我们不用每个都一直这样看，我们还是要看一下比较保险。哦，还是要看。啊，这个有两个洞口啊，是包下去的啊，里面不会闷热，它有一个通风口。哦。最主要还有我们可以去偷瞄，哎，在这里面啊，果子熟了没有？啊，很大颗哎，真的很大颗。瞄一下，瞄一下。我这样瞄一下，我就觉得很大颗了。啊，然后我们看了，确定绳子，再来瞄一下熟了。我们才会怎样？才会把袋子解开。对，哇，怪兽枇杷要出来了，好期待哦！我，哎，里面，啊，有刚好一颗，啊，里面恰好掉了一颗哈，掉了一颗哈，很漂亮，而且很大颗哎。啊，这个呢哈，比大概现在市面上的大概大一倍。这个跟鸡蛋差不多，比鸡蛋还要大颗了，对不对？哈，好大颗！我第一次看到那么大颗的枇杷。啊，这个四颗，这一颗下去有五颗哈。枇杷呢，哈，它比较脆弱，哈，你稍微摇动哈，它这边就会断果，有没有？就会断果。哦，所以我们在采的过程中要非常小心，其实要非常的小心，因为枇杷只要稍微去晃动到或是折到，就会断落果啊，因为它熟度够了。现在请我们主持人哈来当作游客哈，帮我们采哈采。那采呢？采枇杷的话，有什么地方要注意吗？第一个，游客不能帮我们拆袋子，哈，因为他的判读跟我们会有落差。还是要请专业的来，我们导览人员来拆，哈，来拆。熟了，我们拆开之后告诉客人，哦，这几个可以红的、熟的，把它采下来。哦，如果还胎力不熟的，我们等一下要套袋子套回去。了解。好，哦，啊，这个现在我们看到这四个都熟了，都是熟的，都可以采成熟。啊，四个熟了怎么采？啊，哦，第一个来剪刀，我们就交给主持人。好，谢谢。啊，哦，然后我们剪的时候，一只手要把它扶着，哦，拖着拖着枇杷啊，然后四个的前面把它剪断，就整串下来。整个剪断，不是剪果的上面，是剪。剪整串前面枝头，对，是，好，对，好，哦，因为它这边呢非常的软质化，对，是很好剪的，哦，我以为是很硬要很用力，哦，就其实剪刀你轻轻一剪，整串就下来了。如果你是在叶子下方剪的话，就很硬了，哦，那个就需要我们的大剪了，哦，这个小剪，所以我们一般这种小剪刀，客人也是可以很轻松的，哦，对，很轻松的采下来，啊，哦，这个之后呢，哦，我们主人再怎样，再去修剪，哦再修剪，哦，因为我们这个啊，哦，要明年的要做明年的发芽，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再剪一次，啊，哦，把这个剪断，啊，哦，在这边再明年再修枝再修一次這樣，对，啊，哦，就把它所以明天的话，明年的这边同一个枝头会再长出枇杷吗？如果天气 OK 的话，啊，你施肥好够，哦，的话，照顾得当的话就 OK， 就会再采结果，哦。你看超大颗的，欸，老板，我刚刚看我们这样采下的枇杷，又大颗又漂亮，哎，对，我看你的园区这么大啊，对，我们有机会有这个荣幸可以到你的园区去走走逛逛吗？可以啊，好，那给你带路。好，我们园区这个季节呢，三月四月是我们枇杷季，这园区呢，啊，总共有400米那么长，400米都种枇杷吗？没有，啊，这枇杷呢采完之后，啊，我们就要开始照顾芒果。芒果在七八月是，哦，跟我们的水梨区，哦，一同采收，哦，所以我们的果园有分不同的水果的品种，然后去分门别类照顾这样子。对，像现在，哦，春季就是采枇杷，春季采枇杷，然后夏季，哦，采芒果跟梨子，夏季芒果梨子跟梨子，哦，是，冬季呢我们就可以采，哦，好，采那个大的碰柑，哦，大的碰柑，对，要叫天王柑。那我们这样子，枇杷从最一开始，它最一开始的最初的工作是哪一种工作？我们现在采果完之后，哈，哦，你看我们剪下来了，它开始萌芽了。啊，萌芽呢，我们叫小的这种。对，这个小芽就是要明年，哦，要照顾它，明年会开花结果。所以说我们又要明，这个要梳这个芽点，啊，哦，这个芽点呢，哦，我们梳成留好的，剩下一根，剩下一个，哦，一根，它改天让它养分集中在同一株，对，啊，哦哦，以后就果子会比较大。所以我们一个枇杷季结束，我们紧接着它新的芽点长出来，我们就马上又在照顾，酝酿明年的枇杷季。对，啊，又要开始下我们的有机肥料。那我们像我们这样种枇杷，有需要疏果吗？要，也要疏果，需要。
所以等它开花结果之后，除了输这个芽点以外，等结果之后还要再输果。对，那是今年10月份、11月份的事情了。好，哦，对。哇，老板，我看你一个人照顾这样这么大片的园区啊，我们已经走一圈了，还没走完你的果园呢。哦，这片果园是阿公爸爸留下来的土地。所以您这边在经营，我已经第三代了。第三代了。对，下去儿子也在接，所以儿子第四代。三四代现在共同经营。现在是两代一起共经营。两代。两代。哇，那这样子这片果园已经流传应该有历史，第四代。第四代。应该有超过百年了吧？应该差不多超过百年的枇杷果园呢，好厉害啊！老板，我这样子已经拿这个枇杷很久了，口水一直在边走边流，我们是不是可以赶快回去品尝我们这个怪兽枇杷了？好啊，那我们现在赶快回去好了，走。是从园区里面，你们是这边是你们刚收成的枇杷吗？对。哇，我看这每一颗都是怪兽等级的，都很大颗哎。因为你们自己看，我们这边跟刚刚一般的枇杷再比较一次，你看这个是。已经是快要鹅蛋的吧，不是鸡蛋了，是鹅蛋大小的枇杷了。然后这是我们一般的比较一般尺寸的枇杷，你看两颗比较超差明超明显的，所以说它差一两倍是正常的，真的是一两倍，可能到三倍会不会也有可能？也有可能。那我们接下来的话，我们是要开始分装我们的枇杷了吧？对，这个哈，因为我们色泽现在看到它有黑点黑点的。对啊，为什么刚刚看有些是光滑的，然后有些有一点点啊？这个黑点呢，就是今年的气温太高，枇杷怕热，对，它怕热啊，尤其这个怪兽枇杷它比较特殊，就是这样，怕热之后呢，它就会形成熟了之后绿绿的部位啊，绿绿部位，对啊，熟了之后它显现出来这个黑点就没有办法卖到好的价钱，就变成。那它这样会影响它的口感吗？不会，所以其实里面吃起来是跟我们一般漂亮的是一样的，是一样的。它在外观稍微可能有点点黑点，比较对，只是外观上而已，只是外观上而已。那还是一样好吃，对，一样好吃。哇，好。那我们接下来开始，那我们通常这样子，一般这样子一盒的话是啊，这个消费者来的话，像这种有两种尺寸的，我看你的纸箱这个是我们装三斤的，对，这个是五斤的。看客人的需求，看需求。对，那如果我今天假设我是要送礼的，我要再精致一点的那种小礼盒的，也是有就对了。那个就是一斤的盒子啊，一斤的盒子，更漂亮的就对了。对，一斤的盒子，我们有可以看一下吗？好，哇，谢谢老板娘。哇，有很多种大小的，我刚刚看到，像这种的话就是跟我们像我们这篮子一样的。对，然后装成礼盒的话，就是皮肤都是很漂亮的，很优的那种的。这个呢，我们不要。拿得太侧一点，太侧会掉出来。好，这个就是一斤装的。是这个就是送礼用的。是送礼用的。哇，这送礼整个很有面子呢。这个是家庭号的，家庭号的，大家自己吃开心的。这个是要送给可能朋友什么的。对，因为这个价钱差很大价钱差很大。老板娘，谢谢。哇，像这样有两种。对，这样比较像这个两种大小，就是叫做分级包装。分级包装，这是八颗的。这是12颗的，所以我们采收下来在一批的时候，会在这边会去帮他做分门别类，边那个分成等级，各种等级，对，然后再按照他的等级做盒装，或者是像这样子的礼盒装。第一个呢，我们回来之后先分一个色泽，就是颜色比较漂亮的，用装盒子，这个比较黑点的，我们就用大众化的盒子装。就把它分开來價錢的，所以也是看客人自己的需求。对，如果你今天是要送礼，要比较好看、体面一点的，我们也有礼盒的。对，那如果我们是今天带回去全家人一起吃健康的，那我们也有纸盒家庭装的这样子。我常常讲这个叫做升官发财用的，升官发财的，送给长官的，送给好朋友的，送给家人的，送给爸爸妈妈的，可以用这种的。该填该等一下。你就买一盒这个，马上去孝敬老板。对，老板当你去孝敬老板，身心水啊。对，希望是。好啊，这好漂亮，赶快把它盖起来，要好好照顾，枇杷很娇贵的。对，好，那我们这样子，我们可以来试吃那个我们这个怪兽枇杷吗？这个枇杷剥皮呢，它有一个程序上剥皮有程序上，我们剪的时候会留一个果梗。
这个呢，果梗一定不能断掉，断掉的话细菌会感染，它就会长霉。如果我们都会剪留一个地头，这地头呢，它有一个保鲜作用，再来，它还一个手的支撑用途。扒琵琶呢，是从这个屁股朝上，你不要怕它，你要吃它就不要怕它、第一个，就把它从这边抓下来，像剥香蕉这样子，对，你就顺这个方向。由上而下拔下来、它就会按照你想要的方向、慢慢的下来、怎么你很好剥啊，我怎么剥、你看剥的、这样就一颗完成了、为什么会扎那么多、这个剥、你就会怕你怕就剥不好，所以要大方的这样把它剥下来、对、好，我来尝试看看，我怎么剥都怎么会这样子，我怎么剥就这样断掉了，对，好，这个剥琵琶好还是要有一点经验了，多吃几颗之后就会剥，代表我吃太少了，对对对对对对，那我等一下要好好的来练习一下，对，可以你把这一笼买砍回去我可能就是变成剥琵琶达人，对对对，改天电视剥完这一篮我应该就是可以来比赛的剥琵琶比赛，因为大部分我在讲解的时候会剥第一个琵琶给客人，是、然后会里面找一个、我最对眼的人、这颗琵琶最漂亮，就这样送给他吃啊，不是最漂亮啊，最对眼的不分男生女生，对、对对，有缘的啦，有缘的，对 对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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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好，这样我们这样可以来一起来试试看，干杯一下，干杯，好，试试看啊、因为这个琵琶它这个颗粒比较大、所以说我们没有办法一口、这个没有办法，这个所以说我们就分个几次，分好几口，这是怪兽等级的，甜度很高哎，它也是很多水分的。这种子呢，我曾外销到日本去啊，他们把这种子提炼到一个美白的一个化妆品，保养品吗？对，所以我们台湾物质太多了。很大颗哎，对，我们要曝晒一个月，然后半出口到日本去，所以它到琵琶从果肉到种子，它都是有经济价值，对，是，哇，那真的是全部都是宝哎，都是宝，不要浪费，赶快捡起来，那我如果这样带回家种得起来吗？可以，种得起来，可以，但是种起来不是怪兽了，因为它的基因关系，要你种才是怪兽啊。这个还要再嫁，别人种就是我们种出来苗还要去嫁小喽喽，我们种的是小喽喽，老板种才是怪兽，对，会变小喽喽，真的喽喽，对，好好吃哦，甜度很高，而且它的肉很厚实，然后汤汁又很多，这怪兽味做吃起来它那么的软，琵琶吃起来硬的话，就是使用化学肥料。琵琶它一个水果很奥妙，它跟化工的东西好像连结在一起，一定要跟有机的一起睡觉，才会形成好肉质才会好。对，一般琵琶肉质好，就是要它吃起来很软、很软绵密，然后有汤汁，这样才是自然会提升上来。好的琵琶，对，你如果吃到硬硬的。那个琵琶表示它有使用化学肥料，所以可能外观判别我们不好判别，但是一吃就马上就知道了。对，因为台湾目前为止都是审美观嘛，都要买漂亮的，大家都看外观。对，大家都是外貌协会的，对，会先看外观。对，哇，那我们今天呢，就是很谢谢詹老板带我们去看了他的果园园区，那也让我们试吃到这么厉害又这么大颗的怪兽琵琶。那也非常欢迎，就是我们荧幕前的观众朋友，如果有机会的话，可以来到我们台湾的台中，在东势区这边，我们有一个新和园果园，你可以来采我们的怪兽琵琶，产季在我们的三四月的时候来台湾，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怪兽琵琶。对，那我们在新和园果园，在其他的季节呢，也有其他不同种的水果，是，请你一定要来体验。那我们就谢谢今天詹老板带我们为我们介绍，谢谢，谢谢，那也欢迎观众朋友一起来吃琵琶，大家拜拜，下次见。